黄小姐哈，她结婚四年没有怀孕，她所以来我们医院，她卵巢曾经有一边呢被切掉输卵管，剩下一边，所以来的话因为四年没有怀孕了，所以她呢就来这边做试管，结果呢很幸运的话，第一次就生下这个男婴呢是自然产哦，他用自然产哦，他用试管，真的是有3400公克。好，这种相当的可爱，我们看哈，这个相当的一个可爱哈，相当漂亮哈，而且那眼睛呢炯炯有神，哦，看起来很聪明，你看这个笑起来像小猕猴一样，哦，这个要特写啊，小猕猴哦，所以这个小孩子未来是不得了的哈，给他恭祝他们未来这个小孩子的一个成就，不同现在看到眼睛还有小猕猴的这个现象哈。那，啊，你有小孩以后，家里有没有变得比较有话题，或者比较和谐？和谐很多。哦，好，啊，公公婆婆呢？就婆婆很开心。很开心。哎，这样抱他吗？或是没有？就现在托婆婆照顾，然后我再过。对哈，哦，婆婆照顾啊，对对对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就是说以前没有小孩，现在有小孩的不同点在哪里？家庭的气氛，因为 我先生跟我婆婆都比较没有话聊，对，但是现在有孩子，基本上整个气氛活络许多，哦，所以可能家里的润滑剂就对了，对，是家里喜乐的一个喜乐的中心，全年哈，哦，全喜乐全年，这是家里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小弥勒佛是我们的家里的喜乐的前年，哦，OK 好，哦，谢谢，来恭喜恭喜，那他送这个给我们，谢谢。